笑傲江湖，怎么一来了就是说笑傲江湖？我唐能，我家唐能哥挺准时吗你？怎么没人打榜呀？干嘛今天打榜呀？谢谢唐能哥。干嘛今天要打榜啊？我们今天不打榜啊？为什么打榜？我刚刚这个胶布上面有个什么白色的东西，弄到头上去，不知道是个什么。听我弹琴啊。
谢每一位家人，谢谢我们糖糖哥发来的红包，欢迎我们的千山哥，谢谢小灰灰，谢谢自由逍遥自在，嗯，谢谢有缘相识，谢谢山峰哥哥，谢谢山峰哥哥你的玫瑰花，谢谢，感谢每一位家人送来的礼物，感谢你们，然后谢谢用户哥，好听，谢谢为了你哥哥，感谢你今天上午给了很多支持，谢谢你，然后谢谢我们这逝去的，谢谢千山哥，谢谢千山哥的人气票，千山哥干嘛呢？现在只有人气票了都。谢谢看破红尘哥哥，谢谢。咋了？现在只有人气票了都。我已经6.7万粉丝了。糖糖哥，我现在足足的跟你给你足足的比你多了10000粉呢。对，上午来过，嗯，谢谢大家的礼物支持，谢谢，谢谢山峰哥哥，谢谢你的小红花。谢谢你的小红花。好，我们来一个，一首顺流逆流，好吧。你还好意思说什么东西？嗯，什么东西好意思说？什么东西？我刚刚前面说了什么？我忘了说啥了。对对对，嗯，你认识我的时候，你比我还多2000。现在我比你多10000了。厉害，你要挂在我直播间啊，涨粉啊，你看你看胖虎都1800019000了，666666，家人们，666，好顺流逆流。家人们，我们喜欢古筝的朋友左上角点点关注，我们给榜上大哥们点点关注，我们榜一大哥也是一位主播，是一位搞笑主播，一位才艺兼搞笑主播，家人们可以点点他的关注，去他直播间去玩一玩，他直播间就是除了搞笑之外，他还有很多福利，超级超级多，他那个红包和福袋是不断，大家可以多去捧捧场，去抢抢福袋什么的。大哥优点很多，就是钱很多，就是喜欢给大家发发福利什么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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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榜上大哥点点关注。我们榜二大哥是私密号。好，这一个电话一来呢，直接掉了100人，直接掉了100人。我明天就摘面纱了，大哥，明天就摘面纱了。但想看我摘掉面纱的样子，大家明天晚上7点半到11点半之间，最好是8点钟大家都到啊，最好是8点钟大家都到，那一会儿就是人潮高峰期。那个时候摘完了之后，过一会儿我就把它戴上了。我看心情来的，我心情好我就把它摘了，心情不咋好我戴上。神秘人，是的。你叫阿姨把我叫得太小了，你怎么不叫奶奶呀？是不是？你当孙子多好啊。
点赞，谢谢大家。喜欢古筝的朋友左上角帮忙点一个关注，手快的朋友抢抢福袋什么的。明天晚上呢，明天晚上7点半到11点半，是小仙的生日庆，是小仙的生日庆，然后小仙会摘面纱，然后会有不同的风格打扮，家人们，感兴趣的朋友或者是想要看小仙摘面纱的朋友，明天晚上一定不要错过，可以这里点个关注啊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动态。加一下咱们家的粉丝团，一起参与一下这个福袋抽奖。明天晚上福利很多很多，家人们可以就是多多过来参与一下啊。今天可以把团先加了，明天就直接参与，更快一些。明天肯定是发福袋，发福利，好不好？明天福利不断。谢时光雨哥哥的掌声。来一首《不装饰你的梦》。谢谢世界哥，谢谢。
来的红包。当然呢，我们锻炼一下手速，抢抢红包，点点赞啊，点点赞，锻炼一下手速，抢抢红包。感谢我大哥，感谢我们的大哥。好听，好听，好听，帮小仙点点赞，好不好？多多点一点。欢快的旋律，我们一起点点赞，我们冲一下那个，现在还一万的点赞都没有哎，家人们都快播了二十分钟了，快播了二十分钟了，我们加油点一点好不好，冲一下三万点赞好吗？来一首好春光。亏钱，哎呀，来了个古筝小姐姐，你好，我看到你名字好像说是，说是什么中秋斋面，斋面照，对，你这么漂亮，你都不露一把，所以就明天斋吗？这样，嗯，好仙呀，好仙女，是不是你是弹古筝的小姐姐？对，弹古筝。那就是如果就是如果赢了，就给我们来一首。好，可以的。你最擅长的。可以。嗯，好。那我呢？你要我干啥？那你告诉我你平常玩什么？娱乐主播。啊，娱乐主播，你说嘛，我尽可能的都会满足。那平常玩什么呢？你没有什么体能玩的呗。小宝贝儿，你们一般都有小宝贝儿有什么一些游戏啊可以让我选择的吗？有啊。啊，比如来三个，然后我们选一个。比如啊，蹲起。这个太不好玩了，蹲起。你喜欢玩那种搞笑是吗？对呀、啊。还有就是那种拿一个盆儿放头上，然后里面装点水，然后我们就抖蹦十下。那手可以碰到那个盆吗？疼吗？手抱着盆儿，你要往上跳，看那个水会不会掉下来，就这个意思。掉下来也没关系，反正淋你的自己衣服。第二个就是原地转五圈，眯着眼睛往下坐，坐到哪是哪。然后还有什么表白，什么表白呀、啊，什么之类的。那就搞个盆儿吧。搞个盆儿，跳跳跳是吗？蹦吧，可以不？你那有盆吗？我不是弹琴吗？你不是说？哦，对对对，好说。好吧，那我万一我说万一啊，我输了，姐姐还是来一段安慰一下我。我今天满月。哦哦哦！我的天哪！我条件没有啊！哎呦！瞎说，瞎说！你人比我多，你人比我多。来吧。好，行。那我们这会儿就开始，过程随你，过程我们扩充吧，好吧，过程两分半钟，那就重新来吧，那就重新来，是还是干什么？重新来，嗯，好，我们重新来，玩完这一把啊，玩完这一把，周周就下播吃饭了，好不好？只要输赢都得谈。不是输赢都得谈，是我得高兴，我才谈。徐小仙的脾气大家不是不知道的，我得高兴我才可谈。家人们，我们把中彩票走一走，中彩票走一走，发个福袋啊，发个福袋，来一首好春光送给大家。赞赞赞赞榜，家人们。
蘸蘸榜，我们小清新小啤酒蘸蘸榜。在头上，然后棚里面装点水，然后他就蹦蹦跳跳那种玩这个游戏。家人们，那我们能不能一起众筹一下，让他表演一下这样的绝技？我们一起守一下塔好吗，家人们？就是让他表演一下这个绝技。小仙休息一把好不好？这是我们第一局，我们一起众筹一下好不好？守一下塔，要不前面不要白打了。一起守塔，家人们。
学习 okay, 学习凝聚力啊，拿下。我待会去换件衣服，我去换件衣服，压不住。好嘞，这不得来两个大哥才压得住。拿下，是是，我们家火力牌的人没来，只有一个压不住，要两个。主要是你对我们白友班卡了，他说卡了。那你去拿衣服，我弹个琴吧，啊、好吧？你去换个衣服，我弹琴吧。啊，我去换个衣服。啊，各位哥哥们，听一下对面姐姐弹琴啊！你们姐姐稍微声音小一点点，稍微声音小一点点。我声音稍微小一点。嗯，你可以把你那边声音调小啊，姐姐。不是，你这边传过来就是好大。那我们等你去拿衣服。啊，你们听音乐，我去换衣服。啊，我去换衣服。调声一般都是调自己，哪有要别人调的？为了给你机会，好嘞，低调，可以。我们来一首市集，比较欢乐的送给他们家啊。他们家今天是搞什么？我忘了，我忘了是搞什么，忘了。我们等于也是送祝福，好不好？我们就送祝福吧。没有声音了，那边多少会扯一下。嗯，是的。不是，我就在想，就是跳多少下呀？我都不知道这怎么玩，跳多少下？哦。我感觉我在看哑剧，你们能听得见他说话不？耶，我开了麦呀，没声音吗？我没戴耳机。哦哦哦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戴上，刚刚戴上。好，好的，辛苦你了。你太厉害了，小仙姐姐，我关注你了。嗯嗯，好的，下次。我都没听到，你刚刚已经弹完了是吗？我们听到了吗？是的。嗯，很热闹的一首曲子，送给你们家。送给你，很热闹的。嗯，我都没听到。下次白玉锁是吗？嗯，市集就是很欢快，很热闹的过年的那种曲子。市集，哦，对，就集市那两个字反过来的市集，对对对对，是吗？对，就是去赶集的那种，就是很有钱的感觉，哦、知道不？哦，对对对，祝你们家越来越有钱，祝你们家大哥越来越有钱，祝我们家大哥财源滚滚。是的，是的。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。嗯，好的，好的，小仙，拜拜。好好，下次见啊。嗯。欢迎勇勇，欢迎勇勇，加油加油。虽说戴着口罩也掩饰不住你的美，你咋那么会说话呢？
虽然我跟你隔着屏幕，但是我还是能够感受到你满满的才气。这有才的人，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。这怎么都来到我直播间了呢？这有钱的，又帅的，又会说话的，又有才的，然后什么什么都好的都来我直播间了，这咋办呢？这想低调都不行啊。我们明天的生日庆，我希望明天那个大家玩开心。好吧，大家玩开心，明天 happy 一下，大家都 happy 一下，又是过节，又是过生日，然后又是周年庆，是值得那个，我今天晚上把那个福袋充多一点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过来就玩疯一点点。令狐冲叫老了，我也叫，啥意思？我听不懂。令狐冲叫老了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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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心开心就好。为了你哥哥，来，等一下，我这个回声太大了。为了你哥哥，我们点一首歌吧，好不好？点一首歌，我们为了你哥哥，是今天才认识的，大哥，威武霸气，大哥威武霸气，谢谢大哥的支持，值得庆祝。好的，值得庆祝的话，明天晚上大家就都一定要来啊，最好就是大家都在八点钟的时候大家都来。你看，八点到十点之间肯定是最热闹的时候，最特别热闹的时候，有很多特别节目的时候。摘面纱也是在那个时间段，至于是具体在哪个时间段还不太清楚，就是看哪个时间段心情最好然后就摘。昨天打你认识的。你怎么能打我呢？昨天是哪一局打我了？你昨天是为了哪个小姐姐打我的？我觉得我这一点做的不太好，就是每次打我的大哥，我都没有去关注他，我应该主动关注大哥，不能让大哥亲自来找我。这一点是小仙做的不对，这一点小仙给大哥道歉。不打不相识，好嘞。下次是不是就可以帮我打别人了？霸气的歌，霸气的歌，霸气的歌，开心。那我们弹一首吧。哎，现在被打也是如此之幸福吗？是哪一个啊？我昨天是不是被打得很惨？难怪今天我大哥都说我今天还拉着个脸呢，脸拉得可长可长了。风的季节，好不好？来一首。脸拉得可长可长了，那你还哭鼻子？是的呢，我今天早上那脸拉得都快到这儿了，都真的是被打得要死要死，已经帮我打了。哥，我有好多敌人呢。为了你哥哥，我跟你说，小仙有一个特别厚的一个本儿，那个上面都是我的敌人，好多。不是我打了他们，就是他们打了我，完了就结仇了。
说贝达，昨天开播第一把，昨天开播第一把，我真不记得了，是什么才艺？昨天，我是不是唐唐哥？就是贝达是一种幸福哦。嗯，怎么说的来着？那是因为为了你哥哥，他来了嘛，他来了才是一种幸福。那别的哥哥打我，他也没有关注我，也没来，那才不叫幸福呢。那这真的是哭鼻子，那得哭，哭得可伤心那种。第一局忘了，我真忘了。风的季节啊，风的季节。家人们，我们关注一下榜上大哥们，关注一下我们的唐唐哥，关注一下我们为了你哥哥。等会儿，花好月圆，你干嘛呢？你刚刚发就是送这个，然后就出来一个这个花好月圆，恭喜中奖，完了就加值多少元？我中奖了。就是你这个火箭你就这样飞上来的时候，然后这里就出现一个大框框，就说恭喜我花好月圆中奖了。再看那个沧海一声笑的惩罚。哥你还想听我再给你弹一个。谢我们的唐唐哥，感谢唐唐哥。我爱你，你是我的朱丽叶，我愿意变成你的脸，羡慕幸福的每天，浪漫的每夜，把爱永远分开。I love you, 爱你。好，特别节目到这里，每次一激动就会有特别节目的展示。感谢我唐唐哥送来的霸气火箭。再让我们扣一波六六六，扣一波六六六，咱们家糖糖都冠名的火箭还嘉年华，就是他一激动就可能就是火箭飞出来了。我爱你，你是我的朱丽，感觉幸福了。是什么什么什么？谁哭了？胖虎哥你怎么来了？胖虎哥，我们家来了新大哥，我们的榜二大哥，隆重欢迎一下他。胖虎哥是我们家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很热情的哥。他最会欢迎大哥了，他特别就是他是专业欢迎拉拉队。他是拉拉队。我跟蓉儿 PK， 然后我弹了《笑傲江湖》，对吧？我记得了，这会儿我记得了。谢谢大哥打我。这个感谢好奇怪呀、啊。唐唐哥说还要我哭一个。是不是我再哭一个，然后又蹦一个火箭？我这小心脏受不了啊！这个火箭来的太刺激了。
脸哪那么大呢？我给先要叫胖虎哥，先胖虎哥，就是我今天早上也被人打了，谈笑江湖，就那差别咋那么大呢？那家大哥真抠，他可不知道要过来安慰安慰，来跟我安慰安慰我，还是为了你哥哥好。家人们，我们给哥哥点点关注。这会能不能多来几个人啊？来点点关注啊！晚上我不打 PK 了哈。好的，哥哥，你看着我被人打就行了。啊！能不能不要这样刺激我？你要去干嘛呀？晚上？我爱你，你是我的朱丽叶。说吧，你晚上要去干啥？晚上不打 PK 了，你就看着我打，然后就看着我哭得了。去挣明天的音浪。好嘞，哥，去吧。听说明天小仙过生日，要很 happy。然后大哥们今天晚上纷纷努力挣音浪。为了小仙同学大哥们奋斗不息，勤奋不止，勤勤恳恳，甘愿付出，真是我的好大哥，好大哥。神经病。我是平常有时候直播间会有点发癫，大家就是只要记住我弹琴最美的样子就可以了。你明天来做榜一把呀！我说我明天就只有101个人，你就做榜一把，然后101榜是我自己。缘分，月亮弯弯，欢迎你，月亮弯弯，第一次见到我吗？那可能是我流量太拉了，你都刷不到我。欢迎你，谢谢你的加团，感谢。怎么正可以分享一下吗？他很快的，他特别快。好的，我们来一个《笑傲江湖》送给为了你哥哥。为了你哥哥，我们有两个版本的《笑傲江湖》，然后你看你是要听昨天的那个版本，还是听另外一个新的版本？一个新的版本的《笑傲江湖》是，就是那个影视剧里面的，《笑傲江湖》这个影视剧里面的插曲，它也叫做《笑傲江湖》，然后它的名字，它本身的名字叫做《清新蒲扇咒》，这很好听，就它有两个名字。是新版的《笑傲江湖》，你看你要不要听一下？我一会儿也去挣点抖币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等一下我就可以下班了呗，就是我意思就是我不用播了呗，明天啊，今天。主播随意，好的。你听一下看看是不是哪个更喜欢一点，或者我们来一个十面埋伏也行。家人们，我们选一选，看看是那个新版的《笑傲江湖》还是十面埋伏。新版的我们扣一，十面埋伏扣二，好不好？我一看这人数都只有20-30个人了，还在扣啥呀？这个扣。
行，我自己来吧，别抠了都。七星普山咒。嗯，明天做榜一吧。不要啊，明天做榜一吧。不要挨我那么近，我是榜101。清心普山咒。还有其他哥哥会来的。我知道呢，我知道呢，开玩笑的呢，开玩笑的呢，我要习惯没有你们的日子。那我做多少呢？做多少？我说，嗯，做多少我都喜欢，做多少我都喜欢，可不可以这样子？哎，我就在想，如果我堂堂哥明天有 N 多个火箭，然后，嗯，才是 N 多个火箭才是榜一百，那我前面的榜，那我岂不是我就一夜暴富了我？所以我这个不说。哦，没转调，等会儿。生日，小金那个又长大一岁了，希望哥哥们陪伴我一起。
和男主角，嗯，就女主角就弹琴，哎，等一下，女主角就弹琴，然后男主角就吹那个，不记得是吹什么去了，不记得了，反正就是他俩合作的一个，哦，琴箫合奏，对，一个是琴，一个是箫。嗯，刚刚说什么好不好？我没有看，我看一下啊。谢谢主播，不用谢。为了你哥哥，明天晚上你肯定有空呢，过来看一眼啊，好吧？过来待个十分钟，待个五分钟十分钟，听我，看看我，不是看看我摘面纱到底丑不丑？因为自从我戴上面纱之后呢。好多人就开始怀疑，因为我是不是长得丑？真好听，嗯。因为明天摘掉面纱，明天摘掉面纱，之后后天我又戴上了，我不会一直摘的。叫我小弟就好了，嗯，对，叫你小弟。对啊，就每天都有那种小黑粉过来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刚刚在五点多开播的时候，还有几个黑粉，进来说，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不是脸上长什么了？然后要不就是说，是不是嘴什么歪的？我真的觉得这些人太搞笑了。然后不理这些人吧，这些人待着没无趣，然后走了。就平常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可是骂人的。嗯，太搞笑了，太搞笑了。糖糖哥很受欢迎，你吃醋，那你也来崩两个火箭呗。你崩两个火箭。好，我哥你崩两个火箭，然后我就这个。我爱你，你是我的朱丽叶。胖虎哥要气死了，胖虎哥要气死了。胖虎哥是嘴上每次说吃醋，他是最不吃醋的一个哥哥。胖虎哥就是俗称我亲哥，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哥。没有火箭。没有火箭。那有啥？隐隐约约就发现主播是美女，他们不懂。隐隐约约。还是你视力好。隐隐约约你都能发现。那人家盯着看他都发现不了。有华子。对哦，还有华子呢。没有火箭还有华子呢，就说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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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着，那句话怎么说的？要用心才能发现，好吧。风雨城，来个最亲的人送给大家。明天就不上花子了，反正明天只要大哥开心，小仙就开心，大家自己玩就行了，好不好？我已经想通了，我今天早上还特别不开心。真的，我今天早上我压力特别大，我就看着就是这些天就是好几位大哥都没有来，我就在想，哎，完了，不一定，就是这么多天他们都没有来，不一定我生日那天他们就能记得要来呀。我真的快崩溃了，我就在想，哎天啊。然后后面我一想，我只要我明天我漂漂亮亮不就行了吗？对吧？其他的事情我是无法左右的，但是我明天我自己。漂漂亮亮的，然后对得起明天来看我的大哥们，来看我的家人们，我觉得就够了。然后展示好我的每一段才艺，唱好我准备的每一首歌曲，弹好我想弹好的每一首
每一首古筝曲，我觉得就已经很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反正明天我就得漂漂亮亮的，就让那些明天没有看见我的人，让他们后悔去吧。下次还有谁让我摘面纱，给我打个华子我就摘。那以后不可能直接跨进我直播间就能看见呢，是不是？我还是有福气的，今天让我们看一眼。留到明天吧啊。这个主播太会聊天了，那可不，看看要跟谁在一起，主要是跟你们在一起我就会聊，跟那些黑粉聊不起来的，我就只会骂人的。跟你们在一起我可开心了，我就可以，就是主要你们老是让我很开心。然后我说错什么你们也不会说我。开心不开心不。那我弹琴了啊，最亲的人。天天来了，谁天天来了？得到我的人得不到我的心。这是谁的至理名言呢？导师，你又在导谁呀？你是把谁要导到沟里去？还是那种很深的沟？我看一下，又有人连我，看一下啊。潮汕朵朵是个什么？我看接一下。天天哥呀，天天哥，天天哥，哎、天天哥是谁呀？Hello， 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们是玩，你们一般玩什么的呀？嗯，才艺展示。哦，你输了可以弹琴是吧？嗯、哦，对，可以的。那我输了呢？这个问题为什么要问我？平常你喜欢怎么玩？因为我没有才艺，我就要跟你说我输了怎么办？没有才艺就展示你平常能玩的呀，这样子啊。我深蹲也行，体罚都可以，你说。转圈。转多少个？转圈是不是？转圈，你等一下啊、哦。转，点一个东西转吧，转十圈行吗？好，可以。可以。来吧。好。其实我要说惩罚，我不怎么会说的。欢迎希尔妹妹，我就是怕把对面罚得太狠不太好。不会不会，他输了让他摘面纱。哦，明天好好，我们明天我们有摘面纱的专场，要不要来 K 一 K？Look 今天可以吗？今天当然不可以，今天观众不够啊。人嘛，不是这一把赢了你摘面纱。那我每天都被人打，天天那不得天天摘，摘这个摘这一次就好嘛。嗯，好，我们明天摘啊，这个不聊，这个话题跳过。好了，来，欢迎深圳。就我这个面纱。中途玩吗？中途举重吧。中途不玩吧。玩吧，举重吧，让你家大哥那个。举重呢，起来跑步还不是更好玩？哦，行。你爱怎么跑步是吧？啊，行啊，那就跑步吧，来吧，好，来个，来吧，嗯，叫，哎，好的，他要跑步就跑步呗。我又不是腿不够长，我都可以跑的。我只是我空间不够。我空间不够啊，我这后面就是一边墙啊，我前面东西可多了，帮我。赞，家人们，把火箭还给我。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上岛了？这是胖虎哥，以后是这样子的。
哇，他这样露腿，他不会被封号吗？就是以后你要知道，就接上了之后，可能都是先谈完条件之后，再是重新来一把，一定一定以后要记得。但是对于胖虎哥，你票比较多，你随意打没有关系的。以后我先看。他让你摘，你让他倒立十分钟。哎，刚刚你怎么不说要他倒立呀？我都没有想到哎，要他倒立，没有想到哎。让他顶个东西转十个圈儿，挺简单的，我觉得挺简单的。他还说过程跑步。他让你摘，是可以，看他有没有这个能力让我摘，对吧？好，下一次有人要我摘，我就那么就跟他说。谢我哥，这是谁呀？这个是谁呀？哇，谢谢文化成哥哥，谢谢文化成哥哥的气氛，感谢我们的糖糖哥的表白。我爱你，你是我的朱丽叶，我愿意变成你的脸，羡慕幸福的每一天，浪漫的每一夜。谢谢为了你哥哥，谢谢为了你哥哥，感谢我们文化成哥哥。吧，你们也太牛了吧！这一局我们后面的大哥可不可以就帮忙众筹一下？嗯，糖糖哥，把火箭上早了他。保护一下我们的哥，要保护主播的同事，我们还要保护我们的大哥。然后弹琴了啊，弹琴了，家人们，我们一起守守塔啊，一家人，一家人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一起守塔，守塔，守守塔。我觉得全网拉票的主播应该没多少了，跟对面放弃了吗？对面不可能放弃，家人们，我们不要放松警惕。号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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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家人们，我们不要放松警惕。对面 ，Oh my god， 这，我要提前庆祝了吗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谢我们的糖糖哥，第一次糖，感谢我们家为了你哥哥的热气球，感谢 ，thank you， 威武霸气。文化成哥哥，明天晚上就摘面纱了，明天晚上就摘，把面纱摘掉了。明天晚上一起过来玩，一起过来，哎，听小仙唱歌，然后明天小仙还会打非洲鼓，一边打非洲鼓一边唱歌，然后还有其他的才艺，好不好？然后明天摘面纱哈，摘面纱。是不是要守一下塔呀？是不是要守一下塔呀？我好怕他们那个最后来一个什么，我用小号去探一探啊、哦！你们别动啊、哦，小号探一探是个啥情况？我们这把不用守，不用守票留着啊，不用守，他们应该是放弃了都。哦，贼拉拉的爱你，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，狂风一样舞蹈。咋那么厉害呢？感谢朵朵，谢我们朵朵，感谢帮你，谢帮你，感谢鬼来，谢我们鬼来，感谢泡沫，谢泡沫。好了，声音太大，带懂。嗯，就是顶一个什么比较好玩的东西赚。顶包纸可以吗？顶个纸啊。
对，还是要等于什么？顶这个纸好难呐，会很容易掉。嗯，好，顶个纸吧，那就顶一个容易掉的。顶个水杯，这个可以。行，好行，别有什么安全事故就可以了。行，我觉得很难。湖南，对的，经常很热闹。那个中途掉了怎么办？什么？中途掉了怎么办？嗯，就重新转呗。重新数是吧？对。好，欢迎阿纯。哦。我不给他增加难度了，我本来想增加难度的，就是要让他就是。这太难了，连一圈都转不了。哦。我也没想到有这么难。好的，你去吃饭吧。都说好的，不打 PK 了，直接又给弄了几万票了。心疼你，快去正音浪吧，我哥，快去吧。可以了，有十个了吧？应该。辛苦了，我走了啊。辛苦你了，谢谢我们多肉哥，谢谢。哎呀，嗯，辛苦。大哥是老板。我们直播间所有大哥都是老板，我们后面还有好多隐形老板，还有很多隐形老板在正在观察着徐小仙同学，什么时候就是该他出手的时候，就一马当先了都。是的，就是隐形的大老板们。是细老，细老是啥意思？细老是什么意思？谢谢逗你开心哥哥，谢谢。再一次感谢我们的糖糖哥，再一次，那文化城哥哥呢？走了吗？文化城哥哥走了吗？大哥，谢谢我们为了你哥哥，你这个名字是为了谁呀？就是为了你而上抖音。谢谢逗你开心哥哥，为了你是为了谁？为了谁？你是谁？你不是在广东吗？细老都不知道。说实话，我在广东才待一年呢，我之前都是在外地读书，然后这个就是这一年多。就是一年多前才回来的，所以我不会说粤语，我不会说。谢谢五花肉哥哥，个体，哦，细老是个体户，细老是个体户。哎，我们文化城哥哥还在呢，文化城哥哥给你弹个琴，要不要听？或者给大家唱一首歌吧，好不好？给大家唱一首歌。唱一首歌吧，欢迎我至尊宝宝。他这个手机没电了，他肯定是没电了。一天天的手机老不充电，我都不知道他手机买来干啥的，都不充电。爱你哟，爱你哟，谢谢我家至尊宝宝，把这个声音开大点哦。看一下，谢谢至尊宝宝。我爱你，你是我的朱丽叶，我愿意变成你的脸。好，我们来一个胖虎哥点什么歌，唱什么歌？这爱好跟我一样，人生路会唱吗？哥哥，人生路我会弹。人生路会弹，可以不？
人生路说实话真不会唱，因为不是我有事叫你哈。好的，至尊宝宝。好的，至尊宝宝。为了你哥哥咋撤了呢？我都还没说完话呢。我先听一下，看会不会唱啊。回首走过的这一段旅程，不会唱。是那样的熟悉而又陌生。曾经彷徨过，老婆来了，所以扯。笑过，眼前浮现着漂泊的身影。老婆有那么恐怖吗？都。你把这个老婆也那个太那个啥了。不知在哪个驿站我们相逢。谢谢欢迎快乐的蚊子。曾经付出过，恨过也爱过。你先等我找一下啊，等我找一下文化哥，先等我找一下啊。谁能够打开生命的枷锁？这段人生路，有谁陪着我？你人是老虎，谁又能把我？也不是啊，像我就不是。谁能知道？像我就不是的。怎样的生活？我可是温柔的，我是温柔的小猫咪。回首走过的这一段旅程，是那样的熟悉。哥哥，我先给你先弹一下，好不好？这首歌我不会唱，我先弹一弹，你觉得好听，我再去学着唱，好吗？Thank you.
是的，青龙镇跟那个，等你等呢，等你等呢，什么？等你等呢，什么很久还是什么？我一下不记得了。我可能就会唱，就会比较熟，这个弹的很少。嗯，那个祁隆的还有那个问佛你喜欢听吗？就还有等你等了那么久啊，就还有什么一生最爱的是你呀、啊、这都是他的歌对不对？嗯，那个喜欢听吗？等你等了那么久，我来看人，这不是有人吗？你看人亮个灯牌呗。文化城哥哥，可不可以亮小贤一个灯牌？如果边弹边唱，肯定好听。嗯，其实好多人也跟我这样说，让我多去练一练，就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。我觉得就是边弹边唱，要做好唱和弹，好难好难。我又不想那种就是唱也唱得不好，弹也弹得不好那种，就是滥竽充数冲到里面，不太喜欢那样。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去练，一直没去练。左上角的人，欢迎我们的糖糖哥回来，谢谢文化城哥哥，谢谢你的加团 ，Thank you。我爱你，你是我的朱丽叶，我愿意变成你的眼神。嗯，虎哥去挣音浪去了。相信明天可能给我要打蛮多音浪了。Yesterday once more， 我会唱。Yesterday once more， 昨日重现。那我要不要听这个？等你等了那么久，或者我唱一首歌，唱一首歌。好，来这个啊，先把这个弹了吧。毕竟这个也是很经典的歌。那明天一定要记得来哦，文化城哥哥，明天等你哦，明天
就是晚上播，明天晚上7点半到11点半之间，一定要抽一个时间来。嗯，能尽量是在8点多的时候来最好，8点多的时候来最好，那个时候肯定是最热闹的，8点多9点多来最好了，好不好？嗯哼哼，一定要来哦，等你哦，等你哦，和你学习的。好的好的，谢谢文化哥哥，谢谢你的支持。胖虎他每天都去，好不好？他没有跟糖糖哥学习啊。OK。好，给我家糖糖哥唱歌吧。唱什么？几个呗？雷迪森？雷迪森俺的街头们。你不要突然之间说英语好不好？我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，雷迪森。我给你唱首歌，我给你唱首歌，一定是你喜欢的歌。谢谢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喜羊羊、美羊羊，这是本来就不正经的，这是谁？衣冠礼乐古，对吧？衣冠礼乐古乐派掌门人，撩妹小号。哥，能不能就是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？这人家念你名字都得念个口吃出来，把你这名字改简单一点行吗？你说人家没念好吧，显得人家没文化。你说人家念好了吧，你这名字这么难念，人家念好了你不挺尴尬？你把名字改一下吧，好吧，改一下吧，改短一点吧，就再读一遍：衣冠礼乐古乐派，古乐派掌门，撩妹小号。你就衣冠，那为什么衣冠后面别人是一般写个禽兽？衣冠礼乐为什么叫礼乐？念到最后两个字，对，齐志才。是齐志才本人吗？请问是齐志才本人吗？欢迎我们家杰哥哥回来。小浩哥，齐志才本人吗？齐志才也不怎么有才呀，那么长的名字搞那么多干啥呀？欺负人家英文不好啊。你就直接教一个 yesterday once more 得了， yesterday once more。 昨日重现，不能说多了话，明天变成口吃了，真的。唱首歌。我们家千山哥来了，老是不说话，不知道他咋的了。谢谢望运哥哥，谢谢望运哥哥，望运哥哥，记得明天晚上7点半到11点半之间，就那个，最好是8点多9点多就要来直播间蹲一蹲啊，来直播间陪一下小仙啊。来一首泡沫。你也没有亮我灯牌呀，没有亮我灯牌，我只能温馨提示一下大哥，你亮我灯牌我就给你来一首泡沫，来一首啥都可以。又有人连我看一下啊。瑶瑶姑娘，我们要接吗？算了，我不接了吧，我不接了，我心疼你，我心疼你，洋洋，那个，等一下又是一个迪斯科没了，唉，算了不接了，洋洋那个至少是得一个迪斯科，蓄水的鱼，你大号有，那你把你大号开过来了，我不相信你是齐志才本人。
我不相信骑着财会厚着脸皮到我的直播间来。你们大伙开过来。账号在直播是吗？那你连我呗。没有道理的爱你，没有道理的想你，这种感觉到来的不可思议。没有云儿的风里，没有星星的夜里，你的湖面平静如洗，有闲有余。我是一条嗜睡的鱼，我漂浮在这寂寞城里，我忘记了自己，紧紧拥抱你的你的那片涟漪。我是一条嗜睡的鱼，我轻轻跳进你的怀里，我自由的游弋，寻找着自己渴望的那片天地。两位是都是偷偷来的，你都不敢亮灯牌，你叫啥撩妹呀、啊？没有道理的爱你，没有道理的想你，这种感觉到来的不可思议。没有云儿的风里，没有星星的夜里，你的湖面平静如洗，有闲有余。我是一条嗜睡的鱼，我漂浮在这寂寞城里，我忘记了自己，紧紧拥抱你给我的那片涟漪。我是一条嗜睡的鱼，我轻轻跳进你的怀里，我自由的游弋，寻找着自己的渴的那片天地。给点掌声好吗？给点礼物支持行吗？这一唱歌就感觉都睡着了一样。我是一条嗜睡的鱼，我漂浮在这寂寞城里，我忘记了自己，紧紧拥抱你，你给我的片涟漪。我是一条嗜睡的鱼，我轻轻跳进你的怀里，我自由的游弋，寻找着自己渴望的那片天地。我明天唱这个歌可以吧？我明天唱这个歌可以不？这个伴奏的音乐，伴奏的声音大不大？抢了五块月饼，快一个月没做榜一了。那你赶紧坐一坐吧，别出去了。等一下糖糖哥来了，你又没得坐了。欢迎任逍遥，谢谢四季哥。抢了五块月饼，两个桂花，应该不会变质，给留了。行行，桂花饼给他留着吧，桂花饼我也不爱吃。一个班，我跟你说，我不爱吃的，我不喜欢的，你都给他留着。就比如说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哎呦，齐志才真的是齐志才吗？我真不敢相信，齐志才那里那么多黑粉，一点点的老老老
老搞他的名字，真是气死咱了。给小仙就蛋黄的，对，蛋黄的蛋黄月饼泡沫，我也不会唱啊，泡沫，你这灯牌也不亮，我为啥给你唱泡沫啊？你这唱一首泡沫，看看你的功底，我为啥要把我的功底给你看呢？你就说为啥吧，我为啥要给功底给你看吧？你也啥也没给我看，一个灯牌，一个小星星，你都没有啊？啊，齐志才，齐志才真的是在直播吗？连我啊，齐志才，你，我怕我哥在呢，揍死你！弹棉花给我看。哎，弹棉花给我看，我不想看。长得可以，谢谢大哥。哥，明天小仙摘面纱，一定记得过来一睹芳容。好多人说我丑，知道不？好多人说我丑，所以才戴面纱的。你们大家一起来见证我到底丑不丑。去个木头的，我看。你表演啥我都不爱看，就你昨天那摇头晃脑的，那长头发在那飘，就跟那恐怖片似的，谁愿意看？吓死了！我昨晚上一晚上没睡着。谢谢 WW 哥哥。啊，这太难唱了，我跟你说，太难唱了，这肯定不是大师，我也觉得，大师没这么多文化。我跟你说，大师没这么多文化，他不会这么说话的，他都只会说。哎呀，你们给点医药费啦！只会要医药费。你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，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，爱本是泡沫。我不会唱。真不会唱，去连齐志才啊！来，我看看齐志才是不是真的是在直播。我就问他这个号是不是他？哎，他还在连麦一当中呢，他跟观众在连麦呢。泡沫我不会唱。主要是因为你没有送礼物，我真是不会唱。胖虎哥，你什么时候去那个？你什么时候撤？七点半。今天我们家千山到底怎么了？这一天天的来了，老是不说话，也不怎么来。泡沫非常难唱。承诺全部都太脆弱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不能挑战他，这个太有打击了，太打击人了，太打击人了，不能挑战。谢谢，这是月明服饰。最近为什么有这么多做衣服的老板？就是最近有这么多做衣服的老板连我，不是连我，就是来看我。你连我呀，你倒是连都不敢连我，还有机会到直播间。我今天这摩天大楼怎么搞哦？今天这个摩天大楼又是摩天大楼拖后腿了，真的，我又差个摩天大楼，摩天大楼拖后腿了。
怎么办呀？先生在积力量，但是他来了他也可以说话呀，他老是不说话啥意思啊？我又做错了什么？谢谢拥护哥哥。一不小心又把大哥得罪了。之前没谈过，滚，我明天就夸五个，我明天就只负责漂亮就可以了啊！我明天也不需要谈太多情，我就明天聊聊天。我明天就只负责好看就可以了，其他的一切都交给大哥们，其他的一切就交给大哥们了，明天怎么开心怎么来，主要是要开心快乐，明天必须得好看。但问题是我这长了一个痘啊，我这长了一个痘啊，我今天说拍视频我也没拍，今天没心情拍了，怕那个视频万一等一下那还什么审核什么什么什么，也不敢。现在是其实我那个舞蹈是真的是好经典的，超级好，超级经典。明天一激动啊，在那里喊啊什么什么的，我要去吃饭了。我妈今天过生日，我明天过生日，我跟她是挨在一起的，我得去吃饭了。来了客人，家里来了客人喊我，不吃饭会挨骂的，挨骂的。我又怕等下明天沾了面纱，我一激动，那嘴巴张好大，然后别人就会说：“哇，原来他戴面纱是因为他嘴大呀！”我跟你说，什么人都有。等下给我截个屏，所以我明天一定要保持淑女形象，保持淑女形象。哼，就越再激动，我也谢谢哥哥，感谢所有的哥哥姐姐们，谢谢大家送来的所有的嘉年华。谢谢哥哥们送来的宇宙之心，谢哥哥们送来的马车，我都快忘了你的样子了。是啊，我都快忘了我自己的样子了。明天宇宙之心啊，唯一能有两个人送宇宙之心的，你别给我落下啊，别拖后腿啊，明天必须是宇宙之心，听见没？一年就一个生日。跟杰仔一样，宇宙之心，他肯定有宇宙之心的。好了，我去吃饭了啊，我去吃饭了，下播得了。家人们，我去吃饭了，下播得了。拆开可以不？不准拆开，不要拆开，不准拆开，我要看到宇宙之心，因为明天我想全程录屏。不要拆开，吃饭了啊，拜拜。去正音浪吧，好，你去正音浪吧。
谢所有家人们，感谢大家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明天见。